国民汉字须知，带您学汉字，学好字。本周我们又要到哪里去学习什么字呢？嘉诚，不过呢，我们今天来到公益馆，其实我们过去也去过科学馆、天文馆，很多的馆，但我们从来没有研究馆这个字。你知道馆这个字的本意是什么吗？而且其实我们身后这些每一个椅子呢，都是承先启后。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演变、材料的进步、生活的变化。你知道承先启后的承怎么拆解吗？那我觉得刚刚我们说到感恩这个字，哎，我们经常这个字我们经常就用到了，对啊，对不对？这边也常听到。对啊，感恩对，动手合十啊。常见的恩字，你知道它的意思吗？想知道更多的汉字知识吗？敬请锁定国民汉字须知，带您学汉字，学好字。